呦，你个傻小子，都快急死我们了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贝贝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，你那天救的就是自己的孩子。蕾蕾，你不知道贝贝有多难，你们刚离婚没多久，贝贝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还说什么不管以后是不是一个人都要把孩子养大，而且还不让我们告诉你。人家苏成呢，一直也没放弃，不但照顾贝贝，孩子都能接受，人家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可贝贝为了你一口回绝。不过还真没白等，没想到你会在120上班，人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变得踏实稳当了，所以贝贝愿意给你个机会。爸，妈，你们怎么才告诉我呀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要当爸爸了。Mm-hmm.